翻嚟國立大台，咁有今日有我小雨啦，同埋有彤彤啦，兩個嘅，咁好似十個救火的少年咁，每節就少一個咁啦。咁嚟到我呢節想講咩咧？本身我就想講 Poor Things 啦，咁啊陣間會講嘅，咁但係都想 recap 一下 Oscar， 因為今日啱啱就頒曬 Oscar 嘅獎啦。咁我自己咧就因為頭先一開節目嘅時候，我見阿 Saka 嗰啲喺度留言問我係咪好開心啊？咁係嘅，我係好開心嘅，成個 Oscar。我不想他拿獎的那套戲也是沒有獎的。那跟著呢、我想 Cillian Murphy 拿獎，那他也拿了最佳男主角啦。那但也都是好像我們之前說的，就是即 Nolan 的勢今年很厲害，所以 Oppenheimer 也都最後也都毫無懸念地掃了很多獎。那令我最開心的那件事就是我可以 live 這樣就看這個I'm Just Ken 的表演啦，咁我哋可以睇下嗰啲相咧。其實今日我都 recap 咗啲相嘅，我都放咗落我個 page， 我張相成條片我都放咗落個 page 度，因為實在太興奮啦。其實咧，我就覺得真係唔需要一定。即係嗰首歌唔一定要攞獎或者有啲咩獎項嘅肯定嘅，因為阿 Ryan Gosling 基本上係一出場，佢唱呢只歌開始咧，其實就全場嘅氣氛係最高漲。我亦都相信佢呢幾分鐘係成個 Oscar 入邊最 high 嘅一部分啦。因為 Barbie 呢個係。是啊 Barbie 的 Ken 來的，那可以不停地 loop 下啲相啦，因為佢係啦，成個 show 今日佢嗰個其實只有三分幾鐘一首歌嘅啫，但係咧你見到可以咦啲相係咪會繼續喐㗎？繼續 loop 係啦，咁你就可以見到咧佢之後咧咁多幾張啦 ，Bear 係再落係啦。咁即係好 high 啦！你見到佢嘅表演，咁但係最 high 嗰部分就你見到台下嘅女士咧，其實係全部都係興奮到爆炸。咁當然男士都好興奮，但係見到嗱啲女士真係興奮到咧 high 爬到一個點啦。咁基本上好似之後好多人都係喺個 social media 度都係話呢幾分鐘係大家最想睇嗰幾分鐘。咁我覺得對於我嚟講就 Ryan Gosling 已經係。得到100分噶啦，咁樣係啦，咁我哋就可以係啦，繼續好啦，睇完啲相啦，咁跟住咧我就想講Emma Stone 咧，咁佢最後亦都係毫無懸念地可以攞到呢個最佳女主角啦。咁其實 Poor Things 呢套戲咧就已經可以喺香港睇到噶啦，已經上咗畫噶啦。咁不如我哋都播下個 trailer 睇下呢套戲先。是啊，剛才彤彤說看個 trailer 都不是很清楚要說什麼，是真的，我想看他說什麼，然後我看完個 trailer 都不知道說什麼，因為他是一個很 adventure 的電影來的。有網友說Emma Stone 今天high到爆衫是的確的，他說他就是應該是 I'm Just Ken 那一刻開始他的裙子就爛了跌到爛了，所以他上台攞獎嗰陣時候，條裙係出了事的，所以你就知道現場的女士係幾咁興奮啦咁樣。咁其實《Poor Things》呢套戲咧，個導演咧就係阿 Yogis， 咁佢就係之前做過幾套戲，其實大家印象應該都深刻嘅。佢第一套戲就《The Lobster》啦，《單身動物園》啦。咁佢每一次個戲咧，佢嗰個故事都好。即係有啲奇幻嘅，咁單身動物園就係即係喺個世界入邊，如果你單身持續咗幾一日嘅話，都揾唔到對象嘅話，咁你就要變成一隻動物㗎啦，咁樣你就唔可以做人㗎啦，咁樣咁男主角就必須要揾到另一半去拼合咁樣啦。咁跟住佢第二套戲咧就係《聖鹿獵殺》，咁《聖鹿獵殺》就係講個醫生失德嘅行為啦，因為佢飲咗啲酒，跟住幫人做手術，咁點知就救唔到嗰個。人啊，咁手術失敗咗，嗰人就呆咗啦。咁呆咗之後咧，嗰、那個死者個仔咧就變咗同阿醫生 friend 咗。咁但係原來個仔咧就係嗰啲巫師嚟嘅。咁跟住就開始即係詛咒佢哋屋企啊，就佢哋屋企會有啲好奇怪嘅嘢，例如突然間佢嘅屋企人會全身即係下半身癱咗啊咁樣樣。咁佢啲故事係好奇幻嘅。咁今次我都。即係抱住觀望的態度去看啦，因為雖然佢啲故事很奇幻，但其實我之前對佢嗰幾部戲咧都唔係話特別好中意嘅，因為我覺得佢嗰、那個即係佢諗得太勁啦，佢
太過鳩之馬碌咧，好多嘢你覺得好，即係有啲會使唔使啊？去到咁樣啊，咁樣咁，但係今次我睇 Poor Things 咧，我係 surprise 嘅。首先基本上由一opening 開始，其實你已經可以都幾投入到個故事噶啦，因為 Emma Stone 係做一個一個 BB 嘅腦袋，但係就女性嘅身體啊嘛。咁即係詳情你哋就睇點解會咁啦。咁但係總之佢就被一個你類似變咗一個科學怪人咁樣嘅物體，咁就喺個博士屋企就出現咁樣。咁個博士就係、是。即係將佢個 BB 腦袋移植咗去佢個腦度，咁就成為咗一個有女兒身咁，但係其實得嬰兒嘅智商咁樣啦。咁我之後咧，佢就會好自然咁就開始喺度即係搜索自己嘅身體啊、性啊嘅時候咧，佢就發現到咦有一個位置啊可以令到佢好快慰嘅喎，咁樣咁佢就。即係好想不停咁樣就做愛啦，因為做愛可以令到佢好開心，佢就覺得哇這個感覺好舒服啊咁樣。咁對於一個 BB 嚟講咧，咁又真係好正常喎、啊，即係呢樣嘢係一個好似好本能嘅 desire 咁樣。咁所以就令到佢會不停咁去追求呢件事啦。咁而身邊就會有啲男人，當然係睇得上佢，又覺得啊即係正喎、啊，有個弱智嘅咁樣樣，然之後又。即你當佢弱智啦，因為佢係 B B 嘅智慧啊嘛。咁然之後，但係你又可以，是但係人即係佢有人即講有基本，因為佢係由零開始，真係將個 B B 嘅腦移植咗去。咁佢係一出，咁佢應該係要講嘢行到開始學。係啊，佢咪即係弱智咁咯。起初一開始 opening 嘅時候咧，你見到佢啲手手腳腳係唔識得點樣擺啊，咁樣都幾得意。有好多好 creepy 嘅動作，而 Emma Stone 係做得好好嘅。因為佢啲手長腳長嗰啲咧，跟住你再見到佢咬嗰啲手嘅時候咧，你真係覺得好 creepy 啊！嗰件事情咁樣，咁但係係啦，點樣咧？因為嗰、那個對於佢嚟講，嗰、那個感覺其實同B B 要肚餓要食飯係一樣噶嘛，好本能性咁啊！我需要呢樣嘢，因為我要我覺得舒服，我中意咁樣樣。咁跟住就變成咗身邊嘅男士就有個 Mark Ruffalo 咁樣就見到佢，咦咁得意！咁樣咁 ，Mark Ruffalo 就自命係啲情聖啊，搞嘢好叻啊，成啊咁樣樣就，不如我帶你去旅行啦，咁樣咁，然之後諗住就喪搞佢啦，搞完一輪就拋棄佢咁樣啦。咁但係再落去就變咗，咦？因為 Emma Stone 係對性嗰個渴求好大，咁然之後咧，可能。對 Mark Ruffalo 嚟講，係從來都未見過一個女人係咁樣樣咁率性咁樣追求呢個性愛嘅咁樣，咁佢就沉迷咗落去 Emma Stone 嗰度啦，咁我離開唔到佢啦，咁跟住就變咗係一個即係男性喺下巴位嘅情況出現咗咯，咁但係 Emma 對於 Emma Stone 嚟講係冇嘢噶嘛，即係我同你不停咁搞嘢，但唔代表我唔同其他人搞嘢，因為同其他人搞嘢可能都係有一樣嗰個感。感覺噶嘛，我都要試下噶喎，咁樣即係咩？即係你 B B 咁，你咩嘢都攞嚟食噶啦，咁樣其實個情況就係咁樣樣咯。咁跟住就會造成咗好多好得意嘅衝突位啦，男性女性之間嗰個相處，即係變咗平時嗰啲渣男咧，就喺阿 Emma Stone 個身上出現咗，佢就成為咗一個渣男啦。咁但係你又覺得喂，咁呢個又佢係啦。他沒有這個道德感的嘛，他沒有這個道德觀念價值觀的嘛，但是沒有人養他的嗎？有啊，就是那個博士，就是 William Davis 就是但是教不及啊，因為他本身是一個 BB， 就說想著啊，即給一些時間他，即教他認字啊、成啊這樣，即他可能在那裡搞搞這些，即他第一次發現哇好正好嗨，跟著他就會跟個妹仔說咯，即係喂，我話俾你聽點樣可以令你開心啊！嗱咁樣啦，喂，唔好，呢啲喺大庭廣眾唔好做咁樣嗰啲咧，咁就會有好多呢啲好 odd 嘅 situation。但係我就覺得好得意咯，即係今次我就覺得導演處理呢個手法咧就啱啱好啦，就令到佢。其實呢個導演最叻就係鳩之馬六嘢嘛，但係將啲鳩之馬六嘢擺落嚟呢一個故仔度咧，我就覺得 fit in 得好啱咯。咁然之後佢成套戲都係一啲好奇幻嘅
design 啦，即係佢嘅所有建築物啊、城啊咁樣，其實都係根據西班牙最出色嘅建築師嗰個風格去做噶嘛。咁就有好多奇幻嘅畫面會出現啦，例如佢哋上遊輪啦，咁樣所有嘅畫面你都會覺得啊係好夢幻感好強嘅。咁加上 Emma Stone 嘅 costume， 即係全部嘅服裝都係會令到你覺得嗰件事係一個好 fantasy 嘅世界咯。咁然之後嗰個男女嗰個情況，即係好啦，當一個渣男嘅行為放咗落一個細路仔嘅智商身上，你又覺得其實好合理。咁簡單啲嚟講，即係其實平時嗰啲渣男嘅行為都只不過係因為佢哋都係心智未成長，所以先至。唔係，其實都係本能嚟，只不過佢哋帶有道德枷鎖，佢冇嘅時候，咁嗰個係冇錯啦。咁個本能其實就係會咁樣。咁然之後 ，Mark Ruffalo 就亦都係我從來冇見過咁得意、咁可愛嘅 Mark Ruffalo 咯。即係佢會因為 Emma Stone 唔愛佢，或者因為 Emma Stone 不停向其他人，即係 seek for 其他人嘅親密嘅行為咁樣咧，咁 Mark Ruffalo 就會喊咯，會扭計咯，然之後我就覺得佢好似《哩咕哩咕》入邊個劉青雲咁樣一樣，就係嗰啲咯，即係咁大個人，但係會無啦啦喊啊、扁嘴啊，跟住又話你使曬我啲錢啊咁樣嗰啲咁樣樣，咁你就覺得成個過程都係一個 adventure 咯，咁。Emma Stone 就是在這個過程當中就不停去尋找究竟，即是它是一個自我認知的過程來的，那它中間是直頭是會覺得啊，既然我這麼喜歡搞事，哦，原來去到法國有些妓院是可以，哦，你進去跟人搞事就有錢收的了，那我就可以有雪條吃啦，這樣那我，哦，不如進去啦，這樣，欸，都挺好的，啊，跟著它就開始這個做了雞的過程了，這樣咁入去，然之後就係一番嘅獵奇嘅情況啦，即係每一個客都會有唔同嘅要求啊、性啊咁樣樣。咁但係就冇人阻止佢做雞嗰時候。Mark Ruffalo 有咯，喺出邊扭計咯，喺個門口喺度敲門啊嗰啲咯，好憎你啊咁樣，但係你可唔可以跟我走啊咁樣嗰啲咯。咁但係對 Emma Stone 嚟講，嚇我喺呢度都OK 喎，啱啱好有曬我所有需要嘅嘢喎，咁樣係啦，好似李隆基咁喊啊，真係扭計豬咁樣樣。咁而呢一類嘅，即係從性方面可以去尋找自我啊、認知啊、價值啊咁樣這個咧，我覺得喺呢套戲入邊都算係控制得幾恰當，即係你又唔會覺得哇好説教啊，或者哇好女權啊咁樣，咁又冇呢啲嘢嘅，我覺得佢都啱啱好嘅。咁同埋其實頭先啱啱話佢去做雞個劇情咧，係令我諗起我好多年前。咁我頭先哇諗咗好耐，究竟嗰套戲叫乜嘢名？咁終於俾我揾得翻咧，就係有一套戲叫做《Diary of a Sex Addict》。咁就我印象中係講法文嘅，唔知點解，即係我印象中佢一套法國戲，但我依家唔係好肯定啦，因為冇揾唔翻出嚟睇。咁但係有一套咁樣嘅戲喺2001年，咁嗰個又係一個女仔咧，就好中意搞嘢，佢直頭又係 sex addicted 咁樣啦。咁佢最終又係決定啊，不如我去做雞啦。因為即係橫掂我都咁中意搞嘢，咁不如收錢搞嘢啦咁樣。咁去做雞嘅過程當中，又令到佢遇到一啲例如係下身癱瘓，基本上佢成身都喐唔到嘅一個男人，就係叫佢幫佢做守天使啊咁樣。咁跟住最後嗰個過程又可能會令到佢覺得啊，其實即係做雞真係好要好。好直頭要冇曬自己尊嚴啊咁樣，咁又係呢啲咁樣自我認知嘅東西咧。咁嗰套戲我又覺得都幾好睇嘅咁樣。咁但係今次 Poor Things 就直頭係再將佢成套戲嗰個 scale 就放大咗啊，所有嘢靚曬啊，咁同埋我會覺得佢嗰、那個即係 Emma Stone 嗰個演繹咧係絕。對係令到呢一套戲加咗好多分，所以我一睇完嗰一刻，我就係覺得哇，即係唔怪之得 Emma Stone
即係嗰一刻我就已經覺得 Emma Stone 都其實都必須要贏噶啦，咁樣呢個女主角係咯，就係咁。咁我就亦都覺得咧，其實可以咁，因為其實我之後咧有朋友都有同我研究過，佢就話其實咁樣樣咧係咪即係白日之下嚟嘅咧？即係因為其實你係搞緊一個弱智啊嘛。又唔同係咪啊？係啦，跟住我就有啲嚇，又好似唔係，但佢講嗰下，我覺得咁都真係搞緊一個弱智。唔係咁，但係自愿同非自愿都唔一樣。係啦，即係只不過嗰個係自愿咯。咁但係白日之下嗰、那個，即係當其時林保怡又喺啲訪問度都有講過，其實喺佢嗰個角色入邊，佢對嗰個女仔係好噶嘛。那個女仔想食雪糕，我咪俾佢食咯，咁樣都唔係自愿噶。係啦，即係咁樣樣，咁我就會覺得啊，其實嗰、那個其實嗰條底線係都幾尷嘅喎。即係其實呢一套戲佢講嘅嘢係都幾踩界嘅咯。唔係，但係因為其他人係唔知佢係弱智嘅嘛，係嘛？Mark Ruffalo 我絕對知啦，係，但係咁佢做雞佢啲客，係啦，啲客就唔知，同埋嗰陣時佢已經成長咗噶啦，佢已經開始有嗰個閱讀嘅興趣，佢會閱讀啊，佢會即係開始有。但係點樣講嘢嘅咧？佢講嘢都唔係 BB 就識講嘢噶。佢起初係單字咯。即係啱啱套戲開始嘅時候，佢係單字嘅，咁同埋會成日喺間屋度周屋走啊！即係佢應該發現到自己中意做愛嘅時候係都仲係 B B， 係啦，即係都仲係即係短句咁樣咯，係啦，短句咯，係啦。咁同埋佢係有個未婚夫㗎，因為阿博士咧，即係創造佢嗰個博士咧，係揾咗個助手㗎嘛。咁跟住個助手咧，其實係中意佢嘅。佢其實係咪未俾人重新灌輸個腦之前，佢其實已經係咁樣？唔係，因為佢真係換咗個腦去其他地方冇換咧，所以嗰啲嘢未換曬。唔關事㗎，唔關事㗎，因為係。我再穿多少少橋啦，就係、是、因為佢當初係死咗嘅，佢當初係自殺死嘅，咁係博士救翻佢咧，就將佢肚裏邊嗰個 B B 咧，就嗰、那個腦移植咗落去佢個腦度咯，所以其實佢自己係咁、哦、有遺傳，咁就唔知啦，咁當中當然套戲最後亦都會話俾你聽，即係佢。之前發生了什麼事啊，他之前身邊的另一半是怎樣啊，所以才有那個自我認知的過程嘛，這樣、嗯、是啦，我就覺得哇，整套戲他那個是很豐富啊，他那個內容是很豐富啊，還有我是很欣賞這些很坦白地去，就是他喜歡追尋那個人性的本能的 desire 這樣樣呢，我覺得坦白他用這麼荒誕，即係咁荒誕嘅形式嘅時候，你就唔可以去 judge 佢啲道德。係啦，就變咗佢唔係白日之下咁實感嘅嘢。係，佢用咁荒誕嘅structure， 咁你冇理由去 judge 佢啲嘢。係啊，佢就係想你唔 judge 佢先咁樣表達。係啊，冇錯啊，咁所以我就覺得佢用咗一個好啱嘅方式 fit in 曬所有嘢落去，而你亦都冇得 judge 佢。即係話佢心地唔好啊，或者話佢講埋啲咁嘅嘢啊 ，dirty 啊，成啊咁，冇你冇得咁樣做。你冇得咁樣做，唔係同埋因為佢都唔知啊嘛。係啦，冇錯啦。本能你即係你所有，即係其實點解有大家 judge 嗰啲枷鎖，就因為大家知啊嘛。係啦，擺咗個道德觀念落去，咁你就覺得哇呢樣嘢唔得，你要匿喺房度先做得啊，成啊咁樣。咁對於就係搣甩咗嗰個道德之後最原始嘅嗰樣嘢 show 翻俾大家。即係對於 BB 嚟講，就我可以將個遙控放落個口度一樣，即係咩嘢我都可以放落個口度，呢個都係本能嚟嘅。咁佢就挑戰咗。這個想法呢，即是他將這個概念灌輸到這部戲裡，我就覺得是很有趣咯，還有坦白啦，起碼，咁跟住即係例如好像前排睇台劇咁樣，《愛內含光》咁樣，我都覺得喂，這些都是一些很
你感覺上比較現實啦，即係好坦白地去，即係依家時下嘅年青男女係應該係咁樣做嘅咁樣，佢哋可能係咯，即係真係淨係需要性，可能唔使愛嘅，咁佢哋有佢哋自己冚好咗個 relationship 係咁樣係可以嘅咁。我覺得呢啲都係比較即係率直少少嘅創作咯。會唔會覺得鼓勵咗呢樣嘢？鼓勵就我覺得未必是鼓勵啦，就係、是、啦，我就想講啦，即係好似頭先 Poor Things 咁樣，其實佢一啲都唔可憐啦。其實 Emma Stone 係最幸福嗰個人嚟噶嘛，身邊所有嘅男人都咁愛佢噶嘛。其實最可憐嘅身邊啲男人咯，即係我有個異性朋友就話，其實可憐的東西並唔係 refer to Emma Stone， 係 refer 緊佢身邊所有嗰啲男人咁樣啦。咁跟住好去到台灣咁樣，佢哋都有呢啲劇啦。咁但係我就係想話，我近日就係睇咗一個內地嘅劇咧，就係我有個朋友就不停咁樣慫恿我去睇，佢叫我要欣賞下依家內地嗰啲劇咧，嗰啲男女係點樣談戀愛嘅年青人。但係內地啲好多掣肘。哇！咁係就係不得了啦！咁我就欣賞咗，因為我係真係好少睇大陸嘅。內地嘅劇嘅，咁我就睇咗啦，喺 Netflix 嗰度啦，時裝叫做再報説時分。哦，再報説時分好多人係啊，但係好大，唔好睇嘅好似話。哇，咁啊不得了啦！我睇咗幾集，我就哇點樣啊？即係每一刻佢哋嗰個談情咧係點樣談咧，就用眼神去談咯。同埋因為唔錫得噶嘛，又咩都唔得噶嘛，點知？但係咧，我想講大陸劇咧。即係最精彩嗰啲，一係就係古裝劇啦，一係就係嗰啲純愛校嗰啲校園甜蜜片。咁呢個應該就純愛噶咯喎。但係佢要校園嗰啲先得喎。咁但係校園就錫得嘅咩？校園都唔錫得㗎。佢全部都係要由校園開始等到成年先至搞得。唔係，跟住我就係覺得喂，直頭係違反個人類力學同埋違反個即係物理個概念咯，對於我嚟講，因為咧嗰對男女嗰套劇係嗰對男女一嚟就已經係兩情相悅㗎啦嘛，一嚟就係一見鐘情，跟住個男人又形容佢係哇靚仔到不行啊，向來都好多女仔追㗎，咁不過佢啊仲係 A 零嚟嘅咁樣，但係我就係一見你我就愛上咗呢個女仔啦。哦，係啊，大陸嗰啲。咁跟住咧就你就覺得喂都已經是要一起啦，咁樣都拖到唔知第六集先一起咁，唉、哎、都恭喜你哋啦，終於去到一起啦咁樣。點知跟住拖手拖咗一次，咁、那個女仔冇好反抗噶嘛，即係少少咦咁樣嗰啲。咁你第一次咁咦都 OK 啊。我之後發覺佢拖咗七次，條女都仲係咁樣，每一次拖手嘅時候就咦你好衰啊咁樣樣，跟住每一次逼通嘅時候又係啦，你見到佢哋唉都諗住就嚟錫到。但係呢個係讀書定係咩啊？唔係噶啦，即係已經成人。已經係校啊，佢哋篤波嘅係啦，即係已經係阿家姐都應該係職業。篤波噶啦，職業冇問題喎，咁慢嘅冇理由。已經係九號球嘅唔知咩代表啊，好勁啊！讀書嗰啲唔俾，即係咁早先出去先至。男仔係讀緊書嘅，因為係芬蘭讀書嘅，咁因為有芬蘭嘅景啦，咁我都覺得，唉，咁我都睇下啦，啲雪景都幾靚咁樣。但係我就睇，哇，嗰啲劇情真係不得之了，同埋每一次嗰個逼冬都係一逼冬之後，你諗住係會錫嘅時候。個女仔就會避開咗，係啦，即係每一次喎。咁跟住之後，佢哋就會不停用眼睛去談情咯。然之後你就覺得佢哋嗰個關係已經好牢固啦，即係拍咗一年拖噶咯喎。跟住點知拍咗一年拖嘅時候，個男仔要錫佢嘅時候，個女仔都係會咁樣避開噶喎。呢個係咪唔係小説改編咧？小說喎，都係小說改編。係啊，小說啊。因為大陸好多都係小說改編。係啊，咁我係想知啊，咁本身個小說會唔會係寫到咁單純嘅咧？係啊。即係我係覺得佢嗰個單純係，喂，你未免單純到完全同呢個世界脱軌啦嘛！即係完全違反咗嗰個兩情相悅嗰個會繼續行落去嘅嗰個感覺喎，咁樣咯。咁最後係咪？最後呢，我本身就是因為以為那套戲是那套劇有20集，那我就是看到20集的時候，我都還看到哇，那女生都還是會避開那個男生的，這樣那他們是有沒有一起的？咁話說咧，其實我已經用咗呢個 Netflix 嘅 1.5 倍速嚟到睇噶啦，跟住我睇睇下睇到第20集，我發覺原來佢30集先至完喎，咁
跟住我就好崩溃。咁你有冇闹鬼你个 friend？ 梗系有啦。咁我 friend 就同我讲，叫我欣赏下，你知唔知个男主角戳到瞓觉都会戳住啊？咁样佢话你要睇下依家啲人啊，即系原来系咁噶喎，咁样咯。咁我唔知啊。即系佢系赞定系弹呢？到底？咁其实佢都系弹嘅，但系佢就叫我睇咯。佢就话唔系啊，你唔睇我讲唔到啊，咁样咁跟住我就唯有睇。咁我一开始睇嘅时候，即系想你睇完一齐闹啊。系咯，咁我觉得啊，都芬兰嘅景啊，又盛啊，咁都几好啊。咁睇下嗰度啲餐厅啦，咁样咁咪睇落去咯。咁我冇谂过，但系我挨到二十集嘅时候，原来有三十集啊嘛，仲有十集。咁我就处于一个放弃嘅状态，即系我依家系1.5倍速喺屋企播，但系我会行嚟行去，同埋做其他嘢或者复电话咁样，但系有去播咁样咯。大致上就系咁，所以我就觉得，即系当一啲创作系完全违反咗嗰个爱情嘅概念，或者系嗰个人性嘅本能嘅时候咧，我就好难可以投入到咯。系啦，咁而 Poor Things 咧就係、是、一個另外一個 extreme， 就係佢係不停咁樣追尋呢一樣嘢，然之後就用呢一個叫做係咪比較易入口嘅？因為其實呢一樣嘢係即係 juicy 噶嘛，呢、這個 topic， 咁佢就用咗呢個比較 juicy 易入口嘅方法咁樣去引你去思考呢一套戲咁樣咯，所以我就覺得係幾得意嘅，係啦。咁大家可以得閒就去睇下啦。咁今日嘅時間都差唔多啦，要講嘅嘢都差唔多啦。再讀多次課金先。節目即時課金總額488元，彤彤有488元，彤彤100元，四季外景劇組強大，迎難而上，勁到爆炸，祝早日康復，拍攝順利，彤彤188元，彤彤要保重身體，加油啊，彤彤200元，辛苦曬彤彤，要繼續加油，哈哈，感謝課金，感謝大家收聽收睇，感謝課金支持，今日節目到呢度啦，星期繼續，拜拜，拜拜。北土南征，干戈不停，護家勤王過此境，江山無聲，花果飄零，有我為民靈根之藉，但有病痛諸般惡夜，不忍見民慘情，願知神力消災解困，保此鄉世代不死。赤泉普天下，半半丑心便好，幸有大元帥指引明路，或兵不見香，赤田食不充腸，劝勉早于千民传扬，一片好心可积善，自然福长和潜笑，幸有大元帅解说分晓，恨子孙不超，不食鬼卒如妖，祸来祸去因自招。